千里光的功效与作用。千里光属多年生攀援草本植物，花冠为黄色，生于山坡、林边、路旁、沟边草丛中，产于河南、陕西、江苏、浙江、广西、四川等地。千里光是一种中草药，其性寒味苦，具有清热解毒、明目、止痒、利湿的功效。民间有人食得千里光，全家一世不生疮的俗语，说明千里光有预防生疮的作用，其所含的生物碱对小肠痉挛有一定的解痉作用。